蕾蕾，我们今天要拍的是幸运转盘鹅阿珍。大家都知道，台湾最有名的小吃之一就是鹅阿珍。那如果我们改其他的配料，看看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呢？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呢？那我们游戏开始 ，Go！ 由蕾蕾先转，蕾蕾，你最想要转到什么呢？辣味脆笋。那、最不想要的嘞？坚果。一人转三次哦。好，蕾蕾先转，开始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哇，乳酪丝！哇，我第二个想要的。换我喽。我最想要的是红烧鳗，拜托拜托，哪一个？芝麻啊！换我，好，哎，辣味脆笋，哇、红烧鳗。好的，海苔丝啊，目前都是那奇奇怪怪的，还可以，那个很奇怪。好，换蕾蕾，辣味红烧鳗，我的都超棒的，都是我想要的，晕倒。多利多姿，多利多姿，没有，花生面筋、啊、为什么不要乳酪丝？我想要乳酪丝，差一点点，耶、我都转到我喜欢的，惨了，我的都是地雷，怎么办？但因为时间关系，所以我们改天再煮。鹅阿珍的主要材料有鹅阿珍粉，还有鹅啊，喂，那鸡蛋。我的配料有乳酪丝、脆笋、红烧鳗，耶、都很好，我很喜欢乳酪丝。哇，好啊，对。像牛奶，哇，鹅好大颗哦，那么大。好，开始做。先煎鹅啊，多一点哈、哇，够好卖了吧？对。炒一下。翻面。好，慢一点，冷静点，鹅啊，鹅啊，不要跳出来，因为有水分，所以稍微会喷一点。好，这样子炒一炒就可以了。哎呦，啊算了啦，轻轻炒，好了，可以了。OK， 到蚵仔煎粉。哇，进来没事。好了啦，加鸡蛋。哇。真顺利、再多一点吗？超赞的！我们的鹅啊煎煎好了，接下来各自加配料。哇，面筋，好怪的组合，加的满满，用太多了，可以了啦，太多了啦。我以为你会加一点点。哎、你的那个嘞？偷吃，真好吃。来加阿珠麻酱，我想要加辣的酱。然后加点不辣的。这个是妈妈的，这个是蕾蕾的。吃喽！你试试看，好吃吗？
很好吃，很好吃哦，自己煎的最好吃。妈妈的呢？海苔。超淡，一点都不累，对不对？确实很绝配。你的应该是最好吃的，我的也不错啊，蛮特别的，因为还有面筋，然后整体味道 OK。自己买的鹅啊，特别大颗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在夜市买的。还有大颗，很好吃。你要试吃我的吗？交换吃。然后等一下评分看看。你的搭笋干好好吃，我喜欢我的，因为你的有气势，很香。面筋我不喜欢。你的打几分？100分。没有，1到10分几分？9.5。9.5，啊，我的。7.5。我也觉得差不多。推荐大家可以煮煮看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。订阅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！开吃喽，来帮看我们吃，太好了，肚子饿了哦。我煮的很好吃哦，我的也不错哦，虽然说有面筋，插在那个面筋。嗯，喜欢面筋的人可以试看看。很特别。